啊，大家先喝一口。那你们要，虽然好像是怎么讲潜规则哦，都要喊 uncle， 但是你们自己喊了，你自己负责。那你们要跟着雨果说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辣。还是我们来陈真舞者，李佑勋，请到台前。那我下次不要帮你弹了，好啊。唱咯，拍个手为什么都好Thank you.
再次掌声，谢谢 Ash Bay。那我们铁花村今天的演出呢，就在这边告个段落。离开时，如果桌上有喝完的空杯空瓶，可以顺手帮我们拿到侧边吧台做回收。那离开时也要记得身边的个人物品，手机、钱包、钥匙记得带走。那铁花村明天一样有音乐演出，欢迎大家再回来铁花村一起欣赏表演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不要为难警察。那口罩戴好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在这边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感谢大家今晚的参与，晚安，拜拜。